快乐数学一起学，Hello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冬兵老师。今天啊，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小学奥数举一反三六年级第33周的内容，叫做形成问题的第一小节啊。形成问题呢，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首先呢，来帮助冬兵老师解决一个小问题啊，这都是以前我们学习过的。说甲呢，速度啊，告诉了是1米每秒，乙呢是2米每秒。那如果甲在 A 地，乙在 B 地两个地方，而且呢 A、B 相距是十米啊，相距十米，我们可以画一个图，对吧？俗话说得好，叫形成不画图，越做越糊涂，对吧？